Number one, peace in Ukraine immediately. 哦，很好，很好，很好哈！乌克兰的立即和平，很好，很好达到啊！俄罗斯滚出去！俄罗斯把每一个士兵带出去，回到1991年的边界，和平就立即会到乌克兰。你为什么不停止俄罗斯派士兵去杀、去强奸、去屠杀无辜的乌克兰人呢？你为什么不谴责中国的军事扩张主义呢？每次派攻击绕台的不就是中国吗？没有东扣，我一个波兰人，我就跟你讲了，北约没有东扣，我们自愿加入北约的。我觉得现在欧洲每一个人都要感谢美国，因为有美国的牺牲，才有办法有我们的安全、民主的，有办法搞那些左交乌托邦的学界的欧盟，还有台湾。然后他们的主题叫做你到底能不能跟独裁者谈判，我觉得纪录片本身拍得非常好，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我觉得可以看。然后那个时候普京还很不要脸的时候，你干嘛打给我，我在健身房，我在健身，我本来还要去打冰球。你要这样的这个问题，你我林北在健身呢、啊、你法国总统打的什么电话，你跟独裁者讲什么和平啊，他都拿来骗你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要理解，独裁的这承诺不能信啊。独裁者他唯一懂的就是你拳头比他硬，你比他大，你是一个豪猪，你是一个刺猬，他打你会痛啊。他只懂得这个东西，他不懂和平论、啊、确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左交是不懂。然后为什么左交很好骗也很好利用，因为他们就是哦，我要看那个粉红独角兽啊，然后粉红小兔兔啊，好可爱哦，哦，猜个花、啊、世界大和平啊，跟大自然。Useful idiot. 对，可利用的笨蛋。I work on European politics, neoliberalism, ine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 few months ago, 就是左交最擅长用的三个主题 neoliberalism, inequality, climate change. In Europe, 在欧洲，你为什么不了解？你为什么不去探讨新自由主义、气候变迁？然后不平等的议题在中国 or in Russia. 在 Russia， 对，在俄罗斯。因为讲实在话，我觉得这是有更大的迫切需求啊。你讲实在话，欧洲已经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碳排放量最低的地方，真的是每一个从那些不自由国家逃出来的人，他们是往哪逃？美国、欧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你当然是可以说、哦、美国很不公平啊，什么欧洲怎么样。我觉得啦，以人类的那个文明的发展来看，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各国，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我们已经是最自由的，最开放的。你应该是要让那些不自由的国家把他们也拉上来嘛，也让他们变得一样自由。真的是每次都这样，在欧洲研究不公平，那你为什么不在非洲国家不研究不公平呢？你在中亚国家我觉得也可以研究一下不公平啊，然后在俄罗斯也可以研究一下不公平啊，不公平对待啊。Oh, in March, me and three other scholars in Taiwan, we issued an anti-war statement. It's not an anti-war statement. 你们不是反战，那是投降，那是投降宣言呐、啊！你这是投共宣言呐、啊！投共宣言呐、啊！把国家卖给独裁者的宣言呐、啊！说啊，我不打了，啊，我是要在我的粉红泡泡啊，看看粉红色的独角兽啊，小兔兔好可爱啊！欧洲好不公平哦，哦，美国也好不公平哦，啊，现在就是这些都好糟糕啊！哦、啊，我们要跟中国往来。笑死了。We urged four things. It's the declaration of surrender, not anti-war. Stop lying to everyone. Number one, peace in Ukraine immediately. 哦，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乌克兰的立即和平，很好很好，达到啊。俄罗斯滚出去，俄罗斯把每一个士兵带出去，回到1991年的边界，和平就立即会到乌克兰，立即。你发什么反战宣言？你对俄罗斯，你让普京看呢、啊？叫他滚出乌克兰呢、啊？欠揍啊 ！And number two， 鲁欠揍，真的是鲁欠揍。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那一群还在什么中研院哦，博士哦，多少个学位，多少个地方，好像每次讲话都很有公信力，每次讲话都跟在厕所放的价值。You stop American militarism。And stop American militarism and cruel economic. 停止美国君主主义，美国哪有君主主义？你为什么不停止俄罗斯的君主主义呢？你为什么不停止俄罗斯派士兵去杀、去强奸、去屠杀无辜的乌克兰人呢？你为什么不谴责中国的军事扩张主义呢？每次派攻击绕台的不就是中国吗？美国这个自由的灯塔，你当然是谴责他很容易了啦。哦，美国好坏坏啊！美国是现在唯一能有办法保障世界秩序的一个国家。Economic sanctions， 那停止 economic sanctions， 那请问一下 ，economic sanctions 是来自哪里？经济制裁是来自哪里？不就是因为俄罗斯在杀乌克兰人嘛，才有经济制裁吗？从2014年开始杀到现在，不就是因为以前俄罗斯侵略乔治亚，不就是因为俄罗斯以前消灭车臣啊，不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有 economic sanctions 吗？中国为什么被制裁吗？因为偷美国的技术，因为盖集中营，因为杀无辜的人，100万维吾尔人在集中营里面，中国才被制裁啊。你叫那些国家停止人权迫害啊，你叫俄罗斯滚出乌克兰，那就可以把制裁拿下来啊！大家都希望那些国家可以成为正常社会的一份子。Number three, no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 war between China. Is there a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战争吗？我是看不到啊！我反而一直看那个中国一直挑衅啊，一直要侵略啊。一直要骚扰美国的盟友啊，然后一直偷美国的技术，派间谍气球啊，派一大堆透过千人计划渗透，然后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我只看到这个东西啊。And Taiwan should keep equal distance between great powers. Equal distance between 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Equal distance 就是台湾要远离美国吗？美国是保障台湾的安全。台湾要靠近中国吗？中国是先要并吞跟侵略台湾。什么叫做 keep distance？ 你要保证国家的安全，你要结盟啊，你要结盟啊，才有办法保证。你看波兰啊，你看捷克啊，我们是在北约，我们是在欧盟啊，我们有互相监督的机制啊，我们有很强的军队啊，因为有我们的团结，我们才有办法保障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民主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个东西我要教你吗？你不是博士吗？你不是教授吗？你不是中研院的，也应该是领台湾纳税人的钱。各位，你们付他薪水啊？中研院是用那个台湾纳税钱在运行的。And number four, national budget should be used to meet social needs instead of war and arms. Thank you.Instead of war and arms， 意思就是说台湾不要有军队，钱都要拿来花在福利上面，就是福利，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拿政府的钱，福利，大福利，加油！你今天没有军队，然后还说我不要逼台湾人上战场，什么叫做上战场？中国占领台湾之后，有历史了。中国国民党，他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第一做的事情是什么？抓台湾人，送台湾人去中国，打过共内战。中国共产党，他掌握了整个中国，他也说以反战的口号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有那些反战的口号。他掌权了之后，他就是派中国人去打韩战，去打越南啊，去打西藏啊，
讲实在话，你被另外一个，你被一个独裁政权占领之后，并不代表你不会上战场哦，你不会不上战场的哦，你只是会。他不晓得吗？对，他英文那么好，他都不看新闻。对，对。乌克兰的案例你不晓得吗？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区域，他第一征召的就是在那些区域住的人啊，你不晓得吗？还蛮酷的。December 2021, that you know there would be the worst crisis on European, you know, territory since World War II. No one knew that, you know, Russia would actually invade Ukraine. 我觉得错。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分析师是在警告。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美国的情报单位一直说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甚至知道什么时候俄罗斯会打，什么时候俄罗斯会攻击。我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的那个学术单位啊，跟那些有博士啊，什么中研院啊，什么院啊，什么院啊，为什么是羞耻？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预估到普京会这么做，但是明明就有很多单位是有预估到哦，但是你们都不听他们的话。然后因为他们不是主流的思想家嘛，或他们不是来自主流的国家里面。因为讲实在话，我跟大家讲一个这本书，这个是我们波兰智库 Strategy and Future， 就是Jacek Bartosiak， 他就是那个 Strategy and Future 的创办人，他写的那本书。他那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而且他就是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那本书哦。哼，直接跟大家讲，印象中是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就有写。我先确认一下，2021年，就是战争前一年，而且他刚好就是有在讲中国的问题啊，有在讲俄罗斯的问题啊，普京的问题跟波兰为什么要，然后还有他有讲那个中东的议题嘛，还有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政治的那个角色，跟以色列怎么可以保护自己的那个主权的东西，这是战争前一年哦。而且他也有讲为什么波兰要进行那个军事改革的东西。2021波兰智库，波兰国际关系研究院，他们也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观察在俄罗斯的动向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人就是说乌克兰可能会爆发战争，很多，我就直接这样子打脸他们了。 没有人不会预估啦，有啊，还蛮多啊。战争还没爆发，那些台湾的网红啊，普京不会打啦。然后某一些还蛮知名的那种反共教授说，哦，普京是一个有才华的那个外交官哦，哦，他很懂外交啊，他很懂那些，他根本就是要吓乌克兰。那时候斯坦在那边骂那些人呢、啊，我在骂那些人，就是你们在想什么呀？今天，然后美国很多智库也都是在讲啊。很有可能战争会爆发，但是这些左交、我们都没有预估到，我们政府也没有预估到。有啊，你们这是没有看。有预估的人，有讲战争会爆发的人，你们不听，不想听，不想知道，因为那不是主流的那种学术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学界的可耻的地方了。因为从一个可以讨论议题，你有左派，你有右派，你有不同的想法，就是不同意见在碰撞的地方，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极左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俱乐部。而且很多这种的学者就是领各位的纳税钱，就是领各位的纳税钱，这细思极恐啊。领纳税钱，然后想怎么把台湾出卖，再想怎么让台湾、保持等距关系。什么是等距关系？如果是波兰保持跟苏联与美国的等距关系的话，那早就没有波兰了，也没有捷克了，也没有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了，也没有你卢倩怡可以整天在那边研究欧洲那些左交价值的啦。对，因为被消灭了，欧洲就被消灭了。是是是是，我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在想，你们喜欢我发飙吗？那件就是发飙场了。
you can know, you have no possibility to know that he's lying. 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没有，我就是在想你对独裁者的态度，以正常人的逻辑的态度，你应该是要在想他应该是在骗你。You mentioned that Putin is a liar. In our anti-war statement, we condemned Putin for invading Ukraine. But beside that, do you believe that on the world stage, there are other liars too? Because Putin can't be the only one who's lying. In fact, the West, Western leaders also lie. Because in December, that's long after. 这就是典型的左交的跟那种支持共产党的辩论方式，叫做 whataboutism。那你们还论，我跟你讲，中国没有人全说哦，美国又引发伊拉克战争，哦，美国又打越战、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中国，我再跟你讲俄罗斯，为什么突然间要提美国？而且讲实在话，你讲什么欧洲国家、西方国家都是骗子，什么那种东西，这会不会太笼统一点了？而且讲实在话，所有的欧洲国家啦、美国啦，就是西方国家了，包括日本啊，就是讲是在那种 global west 的那种概念，就是发达的民主国家，甚至包括印度，都是讲究的是什么合约精神的、啊。你有写在纸上的东西、啊、你有答应的东西，你一定会履行啊。反而没有合约精神的，就是那些中国跟俄罗斯嘛，签什么东西都当废纸一张，跟那个历史文件呢、啊。谁跟中国签了和平协议？大家知道吗？那想看我的影片的人应该知道啊。吐蕃签了，现在吐蕃怎么样？ The Iraq War. This war is not unprovoked. It was provoked. 是被挑起了。谁挑起这个战争？谁？你跟我说，谁做了这件事情啊？鲁倩，谁？这场战争没有任何人挑起来哦，反而大家都说哦，普京哦，你不要打哦，哦，你不要打，你不要打。拜托你啊，不要打！你越对他下跪，他越要打你。而且就是这种言论非常的可恶，你是整个学界之耻。这场战争没有任何人挑起来。那到底是怎么拿到学位的？这是一个独裁国家对扩张野心，你所反对的殖民主义所挑起来的战争。不是，他脑袋这么差，因为普京把自己看成了沙皇，他觉得他可以占领乌克兰，他可以多占领一个地方。什么叫做挑起来？你应该又会讲什么北越东扩的那种论述？没有东扩，没有东扩。我一个波兰人，我就跟你讲了，北越没有东扩，我们自愿加入北越的、哦。我们北越国家，我们每个都是自愿加入的，这是一个防卫组织，没有东扩。而且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加入？哎，讲实在话，你加入一个军事组织，这不是一个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你要花钱，你要培训你的士兵，你要符合非常多的很难达到的标准跟规范。我们自己要的，因为我们觉得旁边的那个恶霸他会扩张，他会想要占领，他会想要让我们失去主权。他苏联瓦解以来他没变呢，看他对车臣怎么样，看他对乔治亚怎么样，看他对乌克兰怎么样，看他对白俄罗斯怎么样。任何加入以俄罗斯主导的军事联盟的国家都会损失主权的。白罗斯、哈萨克这两个，哈萨克 发生那个民间抗议的时候是俄军去镇压的，俄军去镇压的，俄军不是来保护哈萨克会有什么中国来打他，没有，俄军是来那边为了维稳跟镇压的，为了保留一个亲俄总统政权。就是哈萨克这样子失去主权了，白罗斯也这样子失去主权了。因为那时候明斯克2020年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也是俄罗斯警察打扮成白罗斯警察去镇压，因为白罗斯人不要打自己人，他们觉得就没有人投给卢卡申科嘛，他们就是觉得我们要住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普京直接派自己人去镇压维稳了。这场战争是普京要打的，请记住。 讲实在说、哦、俄罗斯失去安全感了，
世界第二大军队怎么会失去安全感呢、啊？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一个霸权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乌克兰人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波兰人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立陶宛人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台湾人的安全感呢、啊、？Yes, but the problem with this kind of diplomacy is it's diplomacy without a credible deterrence. A diplomacy without a credible deterrence. 王浩，我爱你。王浩，我对你告白，我爱你，非常的棒。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外交应该要有合足力，因为这也是一个国际关系的跟外交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而且最近很就在欧洲的学界里面很少人在讲，美国还是有人在讲，因为你的军队你是外交的一个衍生的一个工具，战争也是一个外交的手段之一。因为大家说我们用外交的方式，但是战争也是外交的方式，各位要懂这件事情。战争以学术的角度来看，战争也是外交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然后军队是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所以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可靠的后阻力的外交。 To Ukraine eventually happened. So basicallyYou did not give Putin enough credible threat to deter him from invading Ukraine. Well, I don't know. You know, I cannot, you know, hypothesize on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But what I'm saying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West decided to militarily support Ukrain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gave Ukraine...You know, the sufficient amount of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that is still going on, that it's still needed to actually combat and fight the Russian army. So what you share really for Taiwanese people, what you have shared really relates to us a lot because we really also face complex and intense situation with China. 但是失去了时间呢，因为我觉得你每次谈战争的时候，这些都是生命。乌克兰有阻挡那个俄罗斯的侵略，那如果乌克兰做不到的话，就没有乌克兰了。所以如果台湾被攻击的时候，还要等那些国家民意起来了，抗议了，过个几个礼拜，就有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就是要提前准备，不能就是这样子觉得，哦，战争爆发了，民意团结起来了，开始援助。这些都是人命啊，每天都是有人在死啊，因为错误的决策，因为误判了普京这件事情，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没错，对。然后一定要这样子弄什么投降下跪的那个声音，然后搞到最后被侵略才那边，哦，我之前不知道他们会这样子。对，但是你看，我在想象卢倩怡这种家伙的可恶的点就是在这里，乌克兰已经被侵略了，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你看，你不能随进独裁者，你不能信任独裁者，你要团结。你要团结，你要让盟友团结，而且也没有所谓的北约东扩。对，乌克兰人想要用他们乌克兰人的生活方式在过他们的日子，他们这是追求自己的主权，一个多么的简单的一个东西。而且当初像他的那种左交啊，他们也是主张把那个乌克兰的核武器转让给俄罗斯啊，跟俄罗斯啊有多笨啊，不是跟俄罗斯打了几十年的冷战吗？为什么要转让给俄罗斯？你不要让乌克兰有核武的话呢，为什么不美国拿走啊？美国不是赢了冷战吗？为什么要给俄罗斯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乌克兰保留了了，我觉得了。我觉得那个卢倩怡她应该要被送去乌克兰的前线过一个礼拜，跟杨佩桦当初做的事情一样，去体验一下人家被怎么样对待，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他真的是过太爽。我觉得卢倩怡这个人不应该再领任何的一分台湾纳税钱。I study my area also include democracy, and I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a lot of rich people, including those in the military, in the arms sales, arms dealer, or arms manufacturer. 一样，你看拿你们还论啊？对对对，他是独裁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啊，美国也是独裁国家哦。哦，你不要忘了美国最可恶啊！对对对对对啊，习近平坏坏哦，但是最坏的是美国，别忘了最坏的是美国。Or fossil fuels industries, they are actually running the show. 我觉得
卢倩怡，你就是要看到美国任何的官员要对他下跪，感谢他保障了你到现在的健康的、安全的，可以生活在台湾。这是还有言论自由。对，这是无数美国人的牺牲，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让台湾被占领，都是美国人才做得到。今天台湾有办法当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办法建立自己的那个民主体制的话，要感谢美国。要感谢美国。那有人会说，哦，波兰也是。我感谢美国。我不会忘恩负义啊。我感谢美国。我们现在波兰当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一个民主国家，对对，有瑕疵的民主。要感谢美国。我感谢美国。我觉得现在欧洲每一个人都要感谢美国，因为有美国的牺牲，才有办法有我们的安全的、民主的，有办法搞那些左交乌托邦的学界的欧盟，还有台湾。好，就是真的是 by the hand that feeds。人家伸出手给你食物，也就是把那个手也一起咬，忘恩负义了。包括台湾研究欧洲外交以及俄罗斯的教授们通常会一直强调说北约东扩论，但是我要提出的质疑是，北约东扩真的对俄罗斯有那么大的威胁吗？因为北约它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我爱你。大家都知道嘛，欧俄大平原嘛，俄罗斯它基本上他们的天然国界就只有大河，所以我帮你拿好了，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以前十七世纪的时候，波兰立陶宛联邦也曾经统治过东欧大片领土啊。对啊，你为什么不担心我们的安全感呢？我们波兰的安全感呢？毕竟以前莫斯科也是波兰的小镇而已啊，啊？为什么这要在乎那个俄罗斯啊，他的那个安全感呢？ 啊因为俄罗斯很喜欢用那个历史来讲这些东西啊。这个男生比那个卢倩怡还要专业。之前不是有说嘛，有个政大的学生，俄文系的，然后一直在帮普丁就是骂那个那些什么乌克兰什么干。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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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还有那种什么，之前还有一个也是从俄罗斯丢下他老婆逃回来的一个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中文，不是学习中文，学习俄文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的那些教材都是意识形态的，对，他们被意识形态的东西洗脑，然后他们完全都是俄罗斯的 bias， 俄罗斯的偏见，没错。那等到他们就这些东西就有点像是孔子学院一样，孔子学院在教所谓的中文的时候，他一定就是会把意识形态放在里面，他一定是用他中共哦，甚至不是中国，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在教你，就是哦，比如说讲到台湾，他就甚至要学生去背说哦，台湾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外国学生背这个。那久了，那些汉学家多多少少被教育出来的。都是会有一个既定的那种，都是会有一个大中华的 bias，啊、甚至大中华沙文主义。就算他后来意识到说，哦，台湾跟那个中国不是同属一个国家，但是他的很多对两岸关系的了解，可能就已经被植入了一个，就像是中华交一样，已经被植入一个既有的偏见，一个晶片。要改变是很难，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客观的去看斯拉夫语、捷克文啊。塞尔维亚文啊，波兰文，看看他们那个有办法阅兵来那几个语言的老师，之前你必须要学俄文，所以你在接触到其他的语言的时候，你已经是有那个俄文的那个偏见了，你已经有那个俄罗斯的价值观在看那些语言。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有反映过，而且我们对不只是台湾的政府有反映过了，我们也有跟就是。比如说波兰这边，然后跟立陶宛那边都有提过，还有台，我要提一个东西，有一个俄罗斯版的孔子学院，叫做俄罗斯中心。那个俄罗斯中心在做的东西，就是跟中国孔子学院是一样的。是，
就是这样。OK， 那经过了乌克兰战争被侵略已经一年多了，我看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啦。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只要跟台湾的官方讲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说哦，那个是波兰政府也要积极处理，要跟我们沟通协调。哦，就这样子。嗯，没有嘛，其实有啊，波兰的在台湾的大使馆也是很积极的啊，捷克也是很积极的。我就说要成立文化交流中心，干你娘的什么文化交流中心？我们在讲的是学校里面的科系耶。而且什么文化交流中心 ？Hello， 教育波兰文的人才的责任是在你台湾身上啊？对啊，难道你要波兰人自己教吗？对，难道你要你可以雇用波兰的老师啊？但是那是你的学生，这个、难道你要在台湾的学校里面有波兰人出来成立波兰文系吗？对啊，也没有捷克文系啊。我说真的，这个问题多久了？我们之前其实有跟核心的人。就是反映过，从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有讲过了。但是呢，有没有改善？感觉上是没有啦。目前为止，就是只有说，哦，我们有一些挑选过的外籍学生，哦，会互相交换以培养中文人才。但你们自己台湾自己的人才呢？这是什么？我有点。搞不清啊，学校到底有没有设这些东西啊？那些大外宣的教材到底有没有要监督？嗯，有没有做这件事情？2300万人的国家，对啊，我觉得有个你俄文系有三个，其中两个关掉，改成一个改成波兰文，一个改成捷克文。对啊，波兰找老师一定有啊，对啊，波兰跟捷克对你友善多了、啊，对啊，然后还有那个波罗的语系啊。也是啊，就对你最友善的国家，你却不培的语言，你却不培养。再有我讲实在话，在波兰有讲那个台式中文的人才啊，有啊，也有台湾老师啊，波兰学校聘请的台湾老师啊，有啊。所以波兰有做到啊，波兰有协调啊，有做。捷克的状况我不清楚、啊，我知道波兰这边是怎么样的。那你台湾呢？可以不要再摆烂了吗？对。然后每次遇到关键的事情，又被一大堆俄罗斯大外宣在那边讲，靠背嘞 ，Hello。啊，波兰文啊，捷克文啊，立陶宛文、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文啊，不难呐、啊。我想这个跟独裁者谈判哦，当然我们要理解他们的想法。当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底线嘛、啊、那这一次为什么我刚才问这个导演，法国或者欧盟的这个外交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不能够阻止普丁入侵乌克兰？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给普丁一个非常可信的威胁。如果我们在整个乌克兰战争之前，如果马克宏去谈判之前能够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我要对俄罗斯进行怎么样制裁的一个方案，如果他在战争之前给了乌克兰足够的武器来能够自我防卫的话，我觉得普丁就不敢入侵乌克兰。没错，但是这跟倩怡的基本立场应该有一点不太一样，完全相反。就是我觉得我想象的那个世界没有，因为一个是为台湾着想的人王浩的立场，然后那个学界之耻的一个想法了，当然是会不一样。我想象的时间是 完全相反。我想象的是我们能够时间回到从前的话，你如果是一个乌克兰人的话，你可能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就是前面不要说普丁会不会动念去打，就是前面的那些发生的事情，前面发生的事情相当的复杂，但是西方要负非常大的责任。啊，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北约东扩啊，什么责任？唯一西方要付出的责任就是没有足够武装乌克兰跟保护要跟西方做盟友的国家。你认为那个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讲那样的话去质疑说北约为什么要东扩？每一个国家他都会需要一个安全感，台湾也是，
当飞机在我们门口飞来飞去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安全，就是我们会失去那个安全。等一下，一个世界第二大军队的国家缺乏什么安全感呢？一个世界领土第一大的国家缺乏什么安全感呢？我跟你讲，他不叫卢倩怡，他叫卢倩，他叫卢春莹。他叫卢春莹。对，一个叫花春莹，一个叫卢春莹。缺乏什么安全感呢？你为什么要在乎霸权的安全感呢？你为什么不在乎乌克兰人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波兰的安全感？你为什么不在乎捷克的安全感？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个安全感呢？等一下，哪一个国家武器最多？全世界核武最多的不就是俄罗斯吗？他第一多还第二多，跟美国并行啊。你有一个隔壁有核武巨婴，好，你为什么不在乎波兰人的安全感呢？跟乌克兰人的安全感呢？卢倩怡，你为什么不在乎波兰人跟乌克兰人的安全感呢？ Why 你只在乎霸权，俄罗斯世界第一大领土的国家，第二大军队的国家，他的安全感。我觉得他最不缺的就是安全感，可开发的资源多，世界上最多，从淡水到矿物质到石油天然气什么都有，他怕什么安全感呢？啊？你如果是一个小国家，你旁边有一个大国，然后他是个流氓的时候，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惹他。什么叫做你旁边有一个流氓，你就不要惹他？你旁边有一个流氓，你如果是安安静静的、默不吭声的，他就会抢你的东西呀、啊，他就会占领你呀、啊，你知道吗？你是不是过太爽 ？Hello， 李教授，纳税钱领太爽，生活过得太惬意。我们现在从有警察的国家到索马利亚，完全就是属于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地方。你有个流氓拿着机关枪，要抢你的东西。如果你长得比他壮，如果你有两把机关枪，他会抢你的东西吗？还是他会抢那个旁边小白兔的东西？他当然是会抢旁边小白兔啊，因为小白兔就是默不吭声啊，什么都不敢啊，然后就哦，不要惹他，他可能就不会打我。如果你是一个在乌克兰失去儿子、失去爸爸、失去哥哥、失去丈夫，或者是你自己死掉，你会最希望的就是前面那些不管是战争或是挑衅或是那些备战都没有发生，那个是最好的事情。那我可不可以不好意思，我当然不希望战争发生啊，也最希望战争没有发生啊。但问题是说，不是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啊，是乌克兰被侵略啊。而且你怎么避免这个战争发生，就是要让俄罗斯他侵略乌克兰有代价。他今天敢侵略，因为他误判了，他觉得他 三天内就可以去拿那个基辅嘛，他就做不到啊。年纪还长那么大，还教授，还拿台湾纳税人的钱在中研院当研究人员，不可思议的太太，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我针对他刚才讲的，王浩，你真的是天使啊！你心好大，你好有耐心哦！我反驳一句、啊，所以他们不敢找你上节目。如果在，我可能会直接发飙了。哎，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过去八年，乌克兰没有想办法自己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备战的话， yes, yes, 那么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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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这一次就真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把乌克兰全部消。俄罗斯在赌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但是因为乌克兰有足够的那个军事，那就这个也是跟那个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失败的那个问题，他们只讲普京想听的话了，讲，普京就听，然后就觉得可以打。啊，如果普京有掌握真的情报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想打，但是打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我也想就是这样子，要冲进去那个基辅，消灭了，也就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了。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非常清楚，你要不要备战？这样的话，起码这个侵略者来的时候，我有自我防卫的能力。Yes. 还是说你不要备战，你等着侵略者来了以后，我就乖乖的投降？这就是我们跟卢老师的最大的不同了。就这周啊，对，这周末吼，礼拜六，我们的那个 call-in 直播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好，那先这样子，我放一首我新写的歌，作词台台，作曲斯坦，音乐是我写的，歌词是台台写的，唱的有我有台台的部分，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大家，好嘞，拜，不是好嘞，拜。
我们就有空再见，对，拜拜啦，嗯，再见。